现有东铁线是往来罗湖、落马洲至红磡，而随着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东铁线乘客可以一程过海，经会展站直达金钟站。到时由红磡去会展只需要大约五分钟，由红磡去金钟都只是大约七分钟。红磡站会由东铁线总站变成连贯东西南北的铁路枢纽，而这个陪伴香港人成长的车站亦同时完成大变身。东铁线月台会由原有位置搬到现在屯马线月台的下层，将来屯马线和东铁线的乘客只要上落电梯就可以轻松转线，更加方便。之后由理大和尖东出发的乘客记得跟着地下的颜色指示去回相应的出入口入站啊。新月台有冷气又宽敞，候车环境更舒适。东铁线乘客要转乘屯马线，上一层就到，方便快捷。东铁线月台亦有扶手电梯直上大堂，由 C 出口就去到附近的香港体育馆。另外车站大堂亦都有新布局，前往 A 和 D 出口的闸机会搬到新位置。在新闸机出闸之后，乘客跟指示向前行，就可以前往理工大学或者尖东方向。为了适应新安排，在出发前可以使用 MTR Mobile 行程指南和 Next Train 预先计划好行程。